还是选择出棒，但是一手出来要比速度，哇，两个都用滑的 out， 哇，那要不要挑战呢？一个是前扑，一个是脚滑，那没有要挑战的话，就结束了这一个半局。两边呢，真的是惺惺相惜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可，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及 Twitch 频道。